死了，怎么还没人来啊？薛铁，怎么会是你啊？就是我。你们想怎么样？薛铁，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啊？我为什么会这样做？大家只知道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，只知道嘲笑我、欺负我。薛铁，你先冷静一下。让我冷静，冷静。像你这样受欢迎的人，根本不知道我的痛苦，只知道说风凉话而已。你们不是想知道原因吗？很简单，就是为了报复。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？你说出来，我们都可以帮你的。帮我？你啊？还是你们？我现在做这一切，都是因为你们。什么错？我只不过是让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受到惩罚而已，那都是他们罪有应得。薛姐，他们伤害了你，你就反过去伤害他们，现在你跟他们有什么区别？我，你们不懂，你们都不懂。薛姐，让他自己冷静一下吧。我以前一直以为是。